渴了吧？啊，来，教练，我能喝这个吗？这是补充糖分的，喝了吧。好，谢谢教练。啊。还没吃饭吗？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不行，这是垃圾食品。面包、牛肉、蔬菜，怎么会是垃圾食品呢？哦，有道理啊，教练。一定要吃完啊。嗯、啊，好。来，吃点这个。炸鸡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这个。你不知道吗？吃鸡肉，斩鸡肉，斩鸡肉。有道理哦，教练，那我吃了。吃吧。好。哇。不用吗？啊。来来来，一边吃一边练。我不能吃这个，我不能吃这个，我在锻炼呢。你最缺蛋白质了，肉最能补充蛋白质。那我不客气哦。来，哎，你先吃，最缺，来多吃一点。哇、哦，但味道有点淡哦，有没有调料啊，教练？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也太大颗了吧！嘉伦，可乐吧，吃这个。嗯，教练，这个太高热量了，不好吧？怎么会呢？冰是能抵消热量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开吃了，教练。哇！哇！啊！Later， 没吃午饭吧？把这个吃了。啊，不行，教练，这个不健康啊。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这样别说。对了对了，教练，谢谢。我在做那个印度飞饼，没事，你去做吧。嗯，教练，教练，抱歉抱歉，我不太会做。哦，搞那么麻烦干嘛？我刚在石货上领了66的外卖券，你想吃什么直接点，评论区就能领了，是吧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呦我的妈！教练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是补充蛋白质，能够长肌肉。真的？那我不太必要。哇！哇！啊！要吗？来，把这个喝了。啊，教练，嗯，珍珠奶茶我能喝吗？你不是要锻炼肌肉吗？咬鸡也是肌肉，珍珠能锻炼咬鸡。啊、真的吗？那我不开机了，教练。哦。哇。啊好吃，嗯。Later。
哦，怎么这么没力气啊？哦、知识拼杀，爸爸，你不知道吗？知识就是力量。啊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教练。哇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教练，怎么只有菜没有肉啊？我没钱买肉啊。那你可以玩，我现在展示款手游啊，每升一级都能领福利，最高能领2000的。好领吗？别人不一定，你就用我在左下角这个礼包嘛，升级这一块稳拿。没肉没关系，我有啊。我给你做最正宗的手打牛肉丸，谢谢教练。哎呦我的妈！手打牛肉丸好吃吗？好吃，好，味道有点淡啊，有盐吗？有。教练，还有吗？哇！哦，宝贝，我来了。放开，你别碰我，我先上。嗯，不是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就出差两天，你房间里为什么有其他女人的私物啊？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不是，这不是你落在我房间的吗？好像是哎。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？你学学我初恋呢、啊，他多少、啊？你还想着你初恋？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他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早就忘了他了。那你手上为什么还带着初恋送你的手表啊？不是，这是我兄弟的，他来我家过夜了，他落在我房间了。哦，你跟你兄弟一起过夜啊？你说你的笑容已泛黄。不是兄弟。你在乱拨什么东西啊？他睡沙发，我睡床。哦，我还以为什么。不，这不是我兄弟的手表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你俩什么关系啊？什么？这是我买的礼物啊！我想让我们2021继续甜甜蜜蜜、团团圆圆的。你看，我给你也买了一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戴情侣手表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说我们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十年之后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有事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分手怎么当朋友、啊？你还想着跟我分手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分手吧。手表钱你转回给我，这是我在天猫年货节全场满300减30买的，送你270咯，点这里自己看。哦，对不起，别走嘛。哎呀，滚啊！不怪你。不要笑我了。好帅啊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想去搭讪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小哥哥，你好帅啊！你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目前还是以事业为重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想问一条路。什么路啊？通往哥哥心里的路。山路十八弯，走完脑血栓。K.O. 顾文先生自家有方，小女余生愿闻其详。你要闻我的翔？嗯，你怕不是屎壳郎？ Double kill. 我不需
欢猪肉，我也不喜欢羊肉，我只喜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心头肉啊。我不喜欢养猫，不喜欢养狗，但我喜欢养你。但我喜欢养你。真的吗？因为养猪致富啊。哎呀，现在气温3度，妹妹怀里37度，你没选。想要要几块，彩礼几十万，我拎得清。你是因为彩礼才拒绝我的吗？我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，我怎么养？你快去实货上买啊，现在年货节这些大牌都2折起，保真还有面子呢。你快去买一件新衣服，陪我回家见我爸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我有女朋友了。你，哎，走了。你好，你是孟平吗？哦，我是，你是？我是来相亲的，我叫嘉伦。啊，你怎么跟照片长得不太一样啊？哦，那是我10年前拍的呀。小姐姐喜欢喝碳酸饮料吗？不太喜欢。那你怎么美得冒泡呢？No God！ 小哥哥是渣男吗？我不是啊。那你怎么吐得掉渣呢 ？KO。妹妹的脸不是脸，是勾人魂魄的杀手锏。哥哥的头不是头，是渣男狗毛的橡皮球。Double kill。小姐姐想要生日礼物吗？想啊。我就是上天赐给你最好的礼物。那你想跟我交往吗？想啊。想就想吧，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有自己的梦想。Triple kill。 小姐姐喜欢养猫还是养狗？喜欢养你呀、啊、喜欢养你呀、啊、真的吗？因为养儿防老。行了，你穿着这样来相亲就别浪费我时间了，拜托你先去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吧。我不知道哪里能买啊。你可以去得物上买啊，上面衣服都是正品大牌，款式很多，而且新年活动很优惠。真的吗？管家，总裁怎么吩咐？你去得物上给我买2套衣服。快。好的，总裁。嗯。你不是乞丐吗？哦，我去延期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。你好，我叫孟田，我很喜欢你，请务必跟我交往。